哟，大家早上好。7月24号早上6:30，我的好朋友 Dr. 邱元后约我出来第一次骑自行车。哇，七早八早，我第一次很久没有这样6:30起床，然后运动，所以感谢这位好朋友今天要带我去。今天要干我一下，今天要锻炼我一下，带我去周围社区的那个环境，然后教我怎么去好好的在安全的去骑自行车。OK， 等一下看一下我们怎么去探索。See you。我们骑到附近的公园，然后现在你看，要把脚踏车抬上去。你看我前面那位朋友这么壮 ，OK 的。来到一个很有趣的，你看到吗？铁路，这是一条旧铁路。哎，啊哈，我们来在这边拍张照。好 ，OK。既然住在这个社区呢。已经超过20年，可是从来都没踏进这边，觉得有点惭愧耶。然后还需要一个朋友大老远开车到我家，拖我出来。哒哒，你看我后面这个很老旧、很老旧的不给地骂的那个牌子。现在要继续前往前面的道路 ，Let's go！ 我们在新加坡那个旧的地区，哈哈哈。来体验，这个到尽头了。Now we are going back。All right， 等一下见了，拜拜。谢谢我的好朋友 ，Dr. 乔元后。我到家了，然后他还要开车回家。我今天真的很开心。我今天骑了多少？大概36公里。Yes， 希望下次可以再跟他一起骑脚踏车。OK， see you next time， 拜拜。